就是正是長得正，我感覺上好像不是那麼像荔枝的形態啊，應該是這樣的。摸一摸這個，你現在這個是這樣的，長得正，應該是這樣，不要太長，長不好看。都是長得滯，同埋鮮紅得滯，唔夠暗。明講乜嘢？即係嗰、那個那個顏色唔夠暗，再暗少少會好睇啲。鮮紅得滯，你要記住呢啲點咧，稍微中間個空間冇留咁多。如果你個空間可以留多一個點喺度咧，咁即係換言之已經大咗嘅。啊，再細心啲，再暗啲。葉就畫得唔錯，稍微講講呢個邊度嘅？我。啊，這個 OK， 中間的空間不要太多，還有不要有這些線條，它的線條要漂亮到點呢，是很幼很幼的，相對來說這個已經粗了，這條幼、如果你不得的話，可以用一些尖一點的筆來畫也可以，這支大風畫也可以，但大風畫你稍微要有一點這樣，甚至你咁樣，顏色幾靚啊 ，OK。但係呢個畫得好啦，畫得似，黃得滯，青得滯，呢個就黃。未曬偏綠，未至於黃，黃多少少。呢種就好睇，同埋中間個位太多，你唔好留咁多位俾佢。你中間嗰個位咧係逼少少。你咁樣過咗嚟之後，呢、一個位啊，黐埋啲啦，咁樣呢個位可以多少少。咁變咗你如果畫個深色嘅嘢嘅時候咧，嗱咁樣就唔係爭好遠啦。嗱，跟住咁樣。即係類似咁，咁樣樣就唔會凌空凌空咁多。呢啲位置根本就多咗出嚟。張望，誒耳環都唔錯，太鬆嚇，呢個太多，呢個位多咗。多了多少少，同埋唔好散得咁開，啲墜落嚟啦，全部都係墜落嚟掟住嘅，遮住嗰啲荔枝嘅，應該係咁樣樣，掛綠啊嘛，掛住嗰啲個把聲咁樣整開曬咁啫，就唔係叫掛綠啦，排排企好似閱兵咁樣樣，太整齊得滯，顏色靚嘅呢個嚇，但係呢塊嘢如果遮到嚟呢度咁就好睇啦，咁嘅意思。啊，好靓啊！叫咩嚟嘅？棵树嚟嘅，我乱画紧啊！我觉得好似好靓靓，冇嘢啊！宁愿冇嘢，唔好太过。鸡心太重个位，尖得滞，至少都俾你圆少少好睇啲，稍微系啊，圆少少。樹就唔係咁話，樹你有時打橫，中風又得嘅，不過有時打橫，碌過去打嘅，咁樣，個角係啊，爭好遠個感覺，跟住先至將佢勾線咯。咁樣就已經爭好遠啦。有些時候甚至加第二啲顏色添，即係烏哩馬茶呢啲都有啊，呢只都有啊咁樣。烏哩馬茶咁樣，
差好遠啊個樣，同埋就唔係點嚟嘅，睇得出。呢個應該是你如果呢一塊咁樣樣過嚟 ，OK？ 你呢一塊應該是有機會咁樣落嚟睇嘅。向下。嗯。即一塊向下，一塊向嗰邊，一塊又向呢邊咁樣樣遮住，呢塊又向出邊。總之你每一模一樣，一二三。嗯，有進步啦，都係唔夠細心，同埋唔好偷懶。你畫嗰只啊？唔係，我就諗一棵樹咪有兩次。唔該，你練嘅啫，冇所謂。你畫兩棵俾我噶嘛，係咪先？呢啲太粗。係，我唔好識落筆嗰啲葉咧。有啲，有啲有葉咁樣樣落。你而家呢個唔係咪咧？粗一隻。係啊，呢啲粗一隻。啲色可能。色都 OK， 唔係嗰啲葉喎，淺色啦，呢個咁加啲水移入去，深嘅啦係咪？係呢啲當後面嗰啲葉嘅顏色嚟嘅，跟住中間點一點，跟住你就會有咁嘅效果啦。咁樣，要點一點？你望下呢塊葉，睇一睇 ，OK？ 太密。太多，或者畫呢啲嘅時候咧，一定係將佢咁樣樣一個形態咁樣，就唔可以嚇，唔可以橢圓形。顏色方面嘅黃色太多，紅色唔夠，你一定要黃色整完之後，見到一個黃色就堆落去紅色嗰度，先至有效果。今日我哋畫嘅嘢都係黃加橙加紅，嚇各幅畫，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一下。誒 OK 啊呢只，呢啲就爭啲，亦都 OK， 葉描得成手震，唔好手震，盡量咧去做。即係你化就唔好，嗱呢啲咁嘅手震就唔好。OK， 得。嗯，嗱，呢啲用咩筆畫噶？嚇？用咩筆畫噶？唔知啊，求其大唔好有咁粗噶。好大，好似幾大。幾好？似啊嗱，一望落去呢扎嘢似，畫得好放啊都。稍微葉嗰度死翻咗啲，但係就感覺上都 OK。同埋冇偷懶咯，係呢啲做咩？呢排點咗，呢排唔點做咩嘢？漏咗啦嘛？漏咗。有點樣淡色啊嘛？冇冇，我肯定冇。系咩？都 OK， 呢一個似啲。有時你見到一兩粒畫得唔靚咧，唔緊要嘅，畫多幾粒得噶啦。畫多幾粒之後就唔會覺得嗰兩粒唔靚噶啦，除非你嗰幾粒都係唔靚嘅。但你通常畫多幾粒都會成打一齊咧，就即即染染都 OK 嘅。三粒都唔靚，三粒都唔靚，四粒都唔靚。太大粒，同埋呢下嘢太過假，買咗都唔敢食啊！呢啲有蟲，蟲嘢嚟嘅。蟲都 OK 啊，蟲都當蛋白質啫，但係最緊係輻射嗰啲啫。輻射，買太乾啊！唉，求其畫唔係唔夠細緻啊嚇，同埋啲點唔夠細緻，都未有等佢乾就畫啦。呢個筆法都唔啱，係咁樣落嚟，再咁樣樣，一咁樣樣。Okay, 我先看看。還有誰叫我未看的？阿妹，我看了沒？怎樣的？要看多次？啊，沒。你兩人工我都沒做，真的。兩人不行啊，你這樣。放假嘛。我昨天已經看這條了。太少了，做得。再做多一點，三種顏色都不行。這個太紅，這個太黃。呢、这個黃入邊俾我加紅，呢、这個紅入邊俾我加黃，係、三種顏色都要嘅。應該有睇過，但係冇睇 video 咧。有睇 video 可能。都冇理由睇邊個 video 啊？拍得唔好啊！你想話我
試玩都唔好，定佢拍得唔好啊？冇理由。睇得少啊！睇得少啊！打得少啊！打得少。冇理由。食瓜錢啊 ！OK， 好。咦，好大進步喎、啊！個形態好靚啊！誒，橢圓形得滯，最少都俾你下仔，即係圓少少，荔枝一定要圓少少。啊，咁樣就一尖就變咗咩？可以尖，可以尖，可以尖，尖少少，圓啲先尖。呢個係圓啲先尖。就不可以橢圓形，你呢個咁樣稍微少少凹落去嘅話，已經係士多啤梨嚟嘅。嗱，要稍微少少凹落去嘅話，就好弊。係啊，嚇！你呢啲咪似咯，已經係。但顏色靚咯，同埋筆法都幾好。一次得。唔該。